好，我们再邀请两位议员。谢谢校长，好，咱北斗国小里面是校长，啊，各位老师，啊，现场，台中来的校长甲中国拢称呼过了吼，就不太一一称呼吼。现场的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吼，啊，主要是咱小朋友的家长哦，今天来的蛮多的吼，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。 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！站长早！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北小哈一百二十一二三周年的校庆哦，还有运动嘉年华哦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刚刚看小朋友进场哦，我们北小的校长跟老师哦很用心哦，把我们农产品哦都今天都帮农友介绍农产品哦，都一一出场哦。而且先讲各位小朋友说哦。 代替各位农友、咱的农友吼，甲大家小朋友，谢谢您把那推销农产品哦，这是很好的创举哦，很有创意哈，很有特色。谢谢老师的用心哦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感觉你校长哦，校长是一个好的领航者哦，也真的是很用心的校长哦。他说在罗清国小时候哦，轻松愉快来北小哦，比较三好金，因为。 咱北斗国小是伫咱北斗镇吼，第一是起来的一个学区吼，啊，学校佫上侪吼，学生数量最多的吼，啊，教学办得很好吼，所以校长各位老师要特别的用心吼，所以说咱校长也困袂去，讲他头头头两个都有这个大的运动会哦，他都比较会，你看都他也都脱戏比较紧张啦吼。 或者把那个贵宾的名字都忘记了哈、哦，你只要谢谢校长跟老师的用心哦，让各位小朋友能发挥运动家的精神哦，胜不骄，败不馁哦，还可以培养出一个德智体勤美哦，武艺精的发展的好学生哦。谢谢校长，各位老师的用心，也各位谢谢各位朋小朋友，您的认真哦，把农产品推销得很好哦，表演得很好，这是一个化妆。 不是一个运动嘉年华，是一个化妆的舞会哦。表现得很好，谢谢你们，满祝今天的运动会圆满成功，满祝今天的一位贵宾跟各位家长，大家心想事成，平安健康喜乐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站长对我们北斗国小的赞美。谢谢站长哈，校长有压力，但是压力就是动力。 我虽然很忙，但是忙得很愉快，适度的晃点才会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哦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邀请我们在地的议员浩成议员哈、哦、啊，也是我们的家长哈、哦，来为我们勉励。掌声欢迎李议员。好，谢谢我们校长、会长，还有我们镇长，还有与会的贵宾啊，各位。 啊，我们的师长，各位啊，我们家长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议员好。啊，我今天呢看到了我们北斗国小学生的精神呢、哦、又回来了。每次啊，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就看到大家啊精神抖擞啊，每天都是啊非常的愉快啊。我今天也带着非常期待的心情呢来看各位的同学的表演。 啊，在这里呢，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今天啊，我们的大会圆满的成功啊，在这里呢，啊，因为啊，议员的小孩子呢，啊，也在这边念就读了哈、啊，啊，他的阿公呢，哦、啊，在这里哦，有跟我吩咐呢，啊，在这个啊非常热闹的这样运动嘉年华里面呢，啊，赠送啊我们的今天的赞运动会的赞助金啊，我请校长呢啊来啊接受我的赞助，赞那个啊那个李波范李若和的阿公的赞助金呢。 谢谢议员哦，又带来李金哦，因为这个是李医师李诊所嘛哈，李医师，他跟校长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了，所以对我们北斗国小特别的厚爱哈、哦，谢谢，校长都带北斗国小树下，谢谢李医师的爱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同样邀请到我们的县议员哦，黄胜禄黄议员。 掌声欢迎议员。谢谢林校长。
首先要感谢林校长所带领的教师团队对我们学校的一个付出，建构了一个健康、快乐又活泼的一个学习成长的一个环境。也更感谢我们林会长所带领的所有的家长委员对学校的一个支持，对教学让教学后顾之忧，也一起打造，让我们所有的家长非常放心，让我们小朋友觉得非常贴心、非常快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园地，谢谢他们。感受到今天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活泼快乐，我刚刚看到同学的天真活泼的一个气氛，当你们喊胡萝卜蹲的时候，校长也在台上，也在这边胡萝卜蹲，可见各位的活泼感应了整个学校的一个气氛，所以家长都觉得非常的放心。在此个人拜托所有的小朋友，如果你没有弟弟妹妹，或者你只有一个弟弟妹妹，回家赶快告诉你的爸爸妈妈，要求我们要弟弟妹妹，叫我们的家长多生一点，这样的学校气氛非常的活泼。然后我们的少子化已经是带来的几乎是国安的危机，所以拜托所有的小朋友回去记得讲这一句话，跟爸爸妈妈讲，我们要弟弟妹妹，好不好？祝福今天校庆活动圆满成功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谢谢议员的鼓励。好，我们谢谢两位议员对我们北斗国小的肯定哦。那北斗国小确实有让大家肯定的本钱哦。那我们的表现真的是很棒。那接下来我想就邀请我们的家长会会长哦来代表。